呀，把这个包了，看这底下，这是秃鹫的屎还是什么动物的屎这么多？这上面还有一层洞道，现在去估计可能也有人在里面修行。把镜头伸上去看一下，看不见啥也。现在最难的一步就是这一步了，不知道这个存储结不结实啊，要用手拉着上去，大概有七八米高，但是从上面掉下来了，哇塞，到楼梯下去了。虽然玩 SRT 好几年，但是像这样的系统，因为不知道上面的锚点可不可靠，真不敢贸然尝试。现在我在考虑上还是不上，因为今天的探索最核心的就是在这个顶上了。我用随身带的扁带临时做了一个安全带，完了刚好我又带了一个手绳，所以做个保护，就这样徒手往上爬。在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啊，专业运动前专业指导下进行，非专业前无法，这个确实存在一定风险。